台南市议会上午进行着加强土木场污染的稽查甲管理措施的专案报告，拢甲局长甲环保局长人联系，同时接受着这个议员质询。我们农业局补助他这一堆设备，然后呢，到底是有没有那个效果的一个存在？哦，跟你们报告，其实当年咱有好个，咱有在补助也在那些，啊，而且特别也是讲哦，咱的工作伊咧达单哦，迄种雨后所飘晒时阵哦。伊嘛爱去现场啊，包括你到底你遇到了底是偌济只鱼啊，啊你这设备要用无？这四机关对着土木界各种的污染防治甲监控，认为市府相关单位的执行力度是无啥够。这个有啥问题？咱有各方面的专业，农业局有农业局的专业，咱环保局有环保局的专业，提出改善的措施。咱若提出具体改善的措施方案。要助攻哦，你来规划一个方案，改善，你来增加什么设备？不是讲哦，我这个在罚钱，但是，咱嘛是要现实一个改善。伊对着市府有计划要来规划着拓步专区，林志聪议员就表示讲，这款设施去到倒位，当时会被反对。市府上好是唔通有这款的念头。我比如讲，你来吼，像我嘛袂同意啊。哦，你要用去新市区，你要咱当地人嘛袂同意啊。哦，你用安南区咱当地人嘛袂同意，什么区啊？免想啊，现准时解决才要紧。哦，啊，现准时这个吼，遐枝条啦吼，苗条啦，枝条啦吼。咱这臭味嘛，废水，咱解决，按后面做起来，就做好事，做好代啊。其中一个张李建如嘛承认讲，这专区不管是找伫倒位，当地议员甲民众拢是会反对，所以讲这专区要推撒，唔是遐尼简单。咱去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